又到了植树节，看看树下的这些少女们，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来绑上红绳，祈求恋爱成功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都称我为月老树，拜这些恋爱的气氛所赐，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老啊。哎，等等，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？是告白？哦，好强烈的预感，这是我从没有过的感觉啊。是谁？是哪个女孩啊？是你吗，超级幸运儿？告白了，告白了！我不要。F 班少女跟 A 班天才告白失败，真的假的？几乎全校知道了耶！太勇敢了吧！哦，相识树也太幸福了吧！天啊！太惨了！他明知道不可能会成功的，我们还要这样尝试呢？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哎，谢谢。告白失败。美美，我刚跟江直树告白，结果被放在秘密树上了，笨死了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啊？明知道对方就不会理你。可是我努力暗恋了他两年呢，难道就要在他完全不知道的状况下，高中生活就要这样结束了吗？我昨天熬夜写了情书，也检查了很多遍错字啊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要忘了，他是江直树。江直树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只不过是成绩好，全国模拟考最高分，智商200，长得很帅，家里又有钱，那又怎么样？也不能那么拽啊！你们不要再安慰我了啦，我傻，我笨。要是时间可以回到开学典礼那一天，我希望我不要再遇到他。我们请新生代表江直树上台致辞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早安。我是江直树，首先代表全体新生表达来到星斗这个大家庭的兴奋与喜悦之情。哇，超帅的，要是可以跟他同伴就好了。往前五个班级就可以跟他同班了。你就已经给我注册了。你不要再抗拒命运的安排了。我们的姻缘是天生命注定的。月晴，你爸好有创意哦，自己盖了一栋速度脚的房子，好酷哦！对啦，新房子嘛，难免会有点倾斜。DIY 的房子难免会有点歪歪的。地震！有地震了！真的，而且好像更大了。
不要害怕，我的房子是很牢固的，我又不是黑心建商，不要怕。好像在晃哎。我 F 班金支柱在这边跟大家 say hello， 哎，现在让我们来见证奇迹。哇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哦，我们金质样品屋。各位啊，谁无父母谁无家嘛？就在昨天，有一位可爱的小女孩，二年 F 班向月琴，她家在一夕之间。倒啦！地震哦，怎么可能？多么让人于心不忍啊！救救向月琴，帮他早日重建家园，好不好？月琴，昨天遇到这样的灾难，你还来上学哦？哇，你好坚强哦！你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干嘛生气啊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哎！你看，我努力在帮你募款呢。喂，钱拿出来。我捐款，非迷女，非迷女，非迷不可。世界上最微不足道的雌性人类，就叫做非迷女。我愿意捐款，作为人类科学研究基地。等一下。你是在骂月琴啊？好，既然你对我这么不屑一顾，我也不稀罕。我居然会迷恋你这种人两年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有骨气。爸，我们要去住什么样的地方？我们要住啊，爸爸的一个朋友家。小时候啊，我们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，可以说是死党啊。哦，像我跟小森美美那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种关系。哦。到了，哇，就这里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们啊有个孩子啊跟你一样哦，是念星斗的。跟我同校。江宅，同校，哎来了，不可能这么巧吧？哎来了来了，江春水，向东流，好险！好久不见，我们又再度合体了。你都没有变呢啊，胖了一点了。我女儿。江贝贝好，大美人啊，跟她妈妈一样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月琴，你长大了，好可爱的美少女哦。盼盼阿姨啊，她最热情了。哎，你小的时候，婴儿的时候，她就抱过你了，不过那时候太小，你不记得了。太好了，你又重回我的怀抱了。从今之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哥哥，赶快来跟客人打招呼。哥哥，哥哥，快点！伯父好，我是江直树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男女接力赛，请技术到场边集合。越起了，该越起了。呀！是紫树，
他在看我，紫苏在等我，好近。刘星云，这里啦，赶快过来！这里啦，快点，快过来！救命！擦擦脸，擦擦耳朵，两边都擦一擦。怎样？听得到吗？听不到。听不到，那就好。哥哥，你有听到吗？对不起。而且要说别的男人进去怎么办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居然下雪了！啊！天哪！下雪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！紫苏，你感觉到了吗？幸福的感觉？幸福。你好，我是阿金，你专属的微笑顾问，送给你。谢谢你，阿金。我的任务就是让你开心嘛。你遇到什么困难的事，越难越好。那如果你的朋友他是？喜欢的人喜欢上别人了，这样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遇到的话，我会想知道我喜欢的人他幸福吗？如果他觉得很幸福，我一定会祝福他的，因为在我眼里没有什么事比其他还幸福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你真行。我豁出去了，反正我喜欢你的事每个人都当笑话，就算你翻脸也无所谓。我决定我不会再喜欢你了。你觉得你真的忘得了我吗？忘得了啊，我已经看透你这个冷血动物了。我上了大学，一定要找一个比你强一百万倍的好男人。我要找一个天才中的天才，连书都不用打开就可以直接上大学。不对，是连上学都不用就可以直接大学毕业，而且帅到可以当电影明星、当模特、当国家代表队、当诺贝尔。你是我 baby。爱我，爱我，爱我。
走着瞧。笨蛋。縁結びの木の下でその恋は実るはずだった。永遠の乙女のバイブル、イタキスが12年ぶりに台湾でドラマ化。因为台湾笨的 IQ200 の天才ジャン・ジーシューに失恋した一途でポジティブなシャン・ユエチン。そんなある日家が崩壊、居候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はジーシューの家だった。原来影响我的生活，以免造成我的困扰。我告诉你，月琴是我造的。原来你还喜欢我啊？怎么不笨啊？你教我功课，帮我考进100名。教你。我觉得星星不会孤单呢。拜托你不要再随便曝光我的隐私，也不要再捣乱我的生活。我决定我不会再喜欢你了。你觉得你真的忘得了我吗？走着瞧。讨厌你的冷静聪明脸红没表情，是你男朋友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不觉得江行寿这种人会让你高兴。我有的是实力啊。你做什么事都招聘了。必死のフレッシュなキャストが送る胸キュンラブストーリー。他喜欢的人是我。いつだって何度でも恋をする。いたずらなキス、ミスインキス。